是不是他？警察拦你？是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拿摩托车还给他的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说那么多了，这里太乱了，你先我回去再说吧。走。走开。对不起啊。到门口去，快到门口去，快快点。哎，等一下，警官，我们是来给我的当事人黄九弟办理保释的。外面那些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小弟啊。这么说你很拽喽？不是我拽，是他们叫我大哥，我没有像他们想象中那么拽。大哥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跟我玩花样了。你也叫我大哥，那我只好叫你小弟喽。你先出去。现在我问你，那个摩托车是不是你叫人去抢的？不是，不过都是我不好，你罚我。不要用电棒啊，电棒好痛哦。好，那你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。全都说出来啊。当然了。你干什么？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好人啊？我当然是个好人了。哦，是好人我就说。有什么好办法的话马上通知我们，我们一定照办。哎，是是，好好，就这样了啊。他怎么说的啊？喂，你一定要让我们看看他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走了。是，我也做不了主啊。真的没有人跟我说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个坏人。你想不想再做个好人？想啊想啊，给我个机会啊。那你以后要听我的话，愿不愿意？嗯，愿意。来，打勾勾。嗯，以后啊，谁要是反悔的话，谁就吃鼻屎。好，我虽然出身警务人员，但是我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，以后我就指望你了。嗯，好。哎，吃啊。嗯。哎，怎么放人呢？出来，大家冷静一点。出来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谢谢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嘛，大哥。哎，你的脸怎么全变了？伤得比昨天还厉害啊！不是不是啦，是我大皮哥把我请了回去，还在我脸上练了一套虎符拳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哦，没事了，那你就不会告他了吧？我不告你了哈，没事了吧，大哥？不告我就没事了。大声一点！不告我就没事了。大皮哥没事了。谢谢你，大哥。不要吵！总之你打人就不对了。大哥，让我来帮你惩罚他。哼！你顽皮，你不乖，被警察抓了。你是坏人。一定要受处罚，罚你四个礼拜不能打电动，三个礼拜好了啦，三个礼拜哦，不准再杀价了，做好人，做好人，一定要做好人。